屈哥以前是配那个断水流，那个太经典了啦，经典经典。是的，可以原音重现吗？要不然原音重现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空手道部门。但是要经过选拔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，绝对不会接受垃圾。不，不要误会。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好爽啊！好想当垃圾啊！你配30年了，对，还有这一出。其实我今天坐这个沙发，我有点不自在。怎么了？是这觉得太小是不是？这个沙发应该是美珍姐来坐。哎，对，美珍老师，美珍姐，美珍姐才是对不对？前辈，冲我！因为我开始配音的时候，美珍姐已经是大前辈了。哎呦哎呦！哇，那真的是不容易，你看不出来配35年了。哎呀，掩饰的啊，哎，麦不要拿错，拿这一次。我掩饰的很好。哦，太客气了，他们的那心态里面啊，都是年轻的，对不对？屈哥以前是配那个断水流，那个太经典了啦，经典。是的，可以原音重现吗？要不然原音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空手道部门。但是要经过选拔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，绝对不会接受垃圾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好爽啊！好想当垃圾啊！好笑啊！这个行业真的是哦，这个声音哦，真的，我们有时候只没有看画面，只听声音，依旧能够很入戏。来一个一个，我们跟他自我介绍，来配配看，好不好？来了，我们走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第一位，欢迎汪世伟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真心镇的小智，目标是成为神奇宝贝大师，收集传说中的宝可梦，蜜大腿露露。耶！就决定是你了，皮卡丘。我，你不是皮卡丘，你是谁啊？我是火箭队的喵喵啦，别看我这样，我的神经是很脆弱、很敏感的哦。喵！哎呦哎，那个声音很活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这根本就是声音的演员，活灵活现，超屌！来，美珍姐，哇，美珍老师来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嗨，我是来自22世纪的哆啦 A 梦。艾迪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？真拿你没办法，好吧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我有个道具哦。生殖器，有了这个道具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取代宪哥坐在 C 位了。哎呀，哎，你有看吗？做你节目，我们也会生殖器。对，我好想要拿到生殖器哦。啊，站在哪里，哪里就是 C 位。哦，对，来第三一位，哎呀，娇娟，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。月啊，今天我还找了厉害的魔女伙伴，拍拍碰拍，扑哇扑哇扑。我是漂亮的俏魔女雨月，大坏蛋爆出名来！我是天线宝宝的小宝。哎呦！你们好厉害哦，好玩。其实哦，我觉得听到这边了，他们赋予这个画面新生命。是对对，有想象力。我去配过音了，我就觉得真不容易。配那个花木兰，木须龙，木须龙，宪哥你配的很好，真的吗？很厉害，真的很深刻，厉害，超好的，你好适合，因为那个龙好贱哦。对呀，我觉得只有你能诠释，对呀，谁都不适合，谁能比你贱？哎，但是那个配音哦，发生过一件可爱的事，很妙。今天我们刚好也会聊到那个花木兰是在台湾配的，迪士尼的亚洲区总裁亲自来看我配啊，那我就很抵抗，因为他原来配的是 Eddie Murphy。 哎呦，对对对对， Eddie Murphy 先讲了话以后再画动画，对对对对，哦，是这样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对，我是要看着他的那个内容，然后再配上那个嘴型，对对对对。后来我就很抗拒啊，我用我很烂的英文，他用他很烂的中文，互相在对抗。哦哟，
不是很好。Where 哪里哪里不好？这个、Where 还 Where？ 结果配完以后，在台湾受到一些些的，像大家都觉得哎、欸，好像还不错。很多都是你自己改的，活了。就是说等到那个木须龙一出来，小朋友都会笑。嗯，大家就会还蛮喜欢。台湾的配音演员都是很厉害。中国大陆现在竞争也来了。他们也很猛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已经先赢过了，好吗？打头阵，打头阵，打头阵，来来来来，零叮当来二十年一百，来一个，开始。间谍、杀手、模型机器人，好兴奋！安妮啊，只有想去你家玩。哇，是可以啦，但我要先问过我哥哥哆啦 A 梦才可以。我打给我哥哥，哦喂，哥哥。安妮亚说想来我们家玩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可是叫他记得带铜锣烧来哦。啊，好贵哦！铜锣烧，你看陪伴我们多少童年，对不对？